给大家看 ES 七，首先它是 NT 二零平台的，这是这个平台上的第一款 SUV， 所以它跟之前的那些八六六们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这个瞭望塔式的激光雷达，它比原来缩小了7厘米，而且呢，它在左右的这个轮眉的位置各加了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都是800万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我觉得在感知硬件方面，它确实做到了一个顶端，所以就是应该拿出来炫的。前脸的这一块，其实跟它自己之前的 SUV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你们听过来自未来的肯定的那个梗吗？就是因为以前像 ES 八啊、ES 六的那个梗，可能就是发生了追尾，就整个把别的尤其是轿车就给包进去的一个感觉。现在的这个 X 八倒是不太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全系标配啊，看，就是这个小电吸，这个是都有的。这个尾灯跟之前的866也不一样，这是一个有202颗的一个贯穿式的 LED。但是呢，这个车尾的一个重点就是它可以选装那个拖车钩，7500块钱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我试了一下，我突然觉得说，C6 增驾真的是有意义的，不是谁都可以开的。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之前也有大家自己改流氓钩的，就用不用它都在那儿伸着，其实可能也不太好看。但是这种电动的呢，就感觉会更自如一点。它是整个的电动 SUV 里边第一个就原厂就有这个资质的。那问你一下，汽油里边你知道有谁吗？打开后备箱看一眼啊，它除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拖挂模式，它还有一个露营模式。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后备箱挺大的，因为它是一个4米9的车，它整个车的轴距也有2米9，所以你看这个后备箱。那天呢，我们在一个露营的场地，就是看到大家在后面放了2个咖啡机，这边还放了一个制冰机，竟然还不是一个很拥挤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边你也可以选择，就是它那个3000瓦的一个充放电的一体机，你就可以用了。它的露营模式不光是可以长时间的放电，它还可以做到就是自动落锁，然后防止你误触挂档。毕竟它的这个档直接往前一推，有的时候你想一想，这个功能还是很有必要的。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我觉得好玩的功能，能伸缩的不只有拖车钩，还有我的裤腿儿。其实为什么想要给你表演这个，就是我觉得都可以伸缩自如，适应不同的场景，对吧？咱们去车里边。ES7 是有女王座椅的，而且是标配， ET7 毕竟是没有这个的。你就感觉坐在这儿，哇，真的还挺美的。这是我能往后的一个最大的距离。然后这边你看下面放了女王的帽子和眼镜，然后给你看一眼啊，空调出风口巨隐藏。但是除了咱们以为的那种，你看我在这儿，我能在这块屏里边调它的这个风大概是往哪个位置吹，而且你看这个侧面看调节的这个幅度超大，这是最上，这是最下。当然你正常的去点这些什么吹脸啊、吹身体啊、吹脚啊也都可以。而且这个是 OLED 的屏，855的芯片。前排我就超喜欢，我现在特别喜欢它2.0的，就是整个内饰萦绕的这种氛围。而且你看就这种麂皮啊，加上小 Nomi， 然后加上这种藤木的一些设计，就你就觉得气氛上轰上去了。现在不是都化妆镜内卷吗？你看这灯是不是也可以，这面积也可以。咱们往前调啊，咱们要尝试一下后排坐人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毕竟这是个大五座，是不是感觉空间上非常的夸张？而且它的这个椅子都是电调的，最大的这个仰角的幅度能够调到31度。然后这块屏啊，当你前面放歌的时候，你看它这儿就能够显示歌词儿。然后说一下这个啊，之前 ET7 大家不是讨论程度很高嘛，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帘儿，现在是有了，而且这个是这种翻毛皮的这种材质，非常的遮光，而且就是跟旁边的这种材质配合起来，你觉得显质感。再有就是它不是天幕，它是可以打开的天窗。
这台车的加速3.9秒是吧，大家都知道挺快的，而且它前后双电机，它所有的配置都是这个652马力850牛米的这一款，只是在电池上给你做了75度和100度的不同的方案，动力方面都是一毛一样，感觉说我动力很棒，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么棒的动力。它这个有意思的就是变化有那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你比方说它的底盘，咱们之前是开过 ET7 的，就是那个车当时都拉到场地去做试驾了，它确实强调运动，它那个底盘的感觉上来的就是咚咚的那种特紧致，但是这个 ES7 不是， ES7 的运动模式还是这种感觉，你要是给它放到舒适模式的话，我问他感觉一下，我发现宁波有的就是城市的路上它也有那种坡，它不是说我在一定的速度下我去过一个坡然后把我抛起来之后再落下然后恨不得晃两下那种，它就是这么贴着这么过，真的挺舒服的，而且就是车身动作又没有什么多余的那种晃动。这次的这个制动它还是有这个 IDB 的，它是一个电制动的一个助力系统，就是它是可调的，你比方说还是以舒适和运动方面去举例，在舒适模式下你能够感觉到它的踏板的那种力度比较有松弛感的那种力度，可能它的这个行程也会稍微的长一点，不会让你感觉那么紧绷，要不堵车的时候大家那么开不会觉得累吗，但是它的运动模式就截然不同，它会让你能够感受到说，哎，我33.9的这个制动距离，我带来的那种精准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它这次的后悬架是中空铸铝，它的好处就是能够减轻这种电车电池带来的这种重量，去提升一个它的操控性，它还有 CDC， 然后还标配了空气悬架。这次的空气悬架的不同是在于它的往上可以上调5厘米，以前是只能往下嘛，现在还是往下是40，总共是有5个档可以去调。我觉得在静音方面呢，它这次选的这个胎是一个 Pizero 的胎，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强调性能的一个胎，有一些路况下它的胎噪会有一点大，甚至它其他方面的噪音处理还挺好的，而且它这次的整个的风阻系数做到了一个0.263，但是今天这是一个功能车，我觉得它可能不是它最后呈现的一个表现，它应该上高速以后在量产车方面风噪方面能够控制的挺好的。我们现在拿到这个工程车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你看上了这么多的头，然后各种激光雷达，各种800万像素，那你这个实际的感觉能比以前好多少，毕竟你以前也是有领航辅助功能的嘛，但是它就跟ET7一样，它目前这部分感觉不到，就是它还没开放，这个还要再等一等，但是视野方面确实开着挺好的。你看其实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都比较的狭小，开起来真的不像是一个四米多的车，但是刚才咱说了，就是不管是底盘也好，各种踏板啊加速啊什么的变化都调节性很大，这个转向呢其实也有3档可调，但是我自己觉得不管怎么调都不是那种比较轻的一个手感，也许这么大的一个车真的配了一个比较轻的手感，框量比较大，你都觉得不好看。这两年就是看国内的 SUV 的各种迭代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我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往往可能一个不太成熟的产品出现的时候，它后续即便是它的中期改款都会有那种迭代的效果，这种事情往往是要消费者去买单的，比方说它的上一代的车主他可能很快就面临着他买到手里每2年的产品就被更新更高端的一些配备硬件的产品替代了，所以我觉得你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一款车的车价稍微的贵一点，但是它给你的东西是能够让你持续在未来2-3年之内都保持在一个业内顶端的情况下，就是有句古话说一时胖不算胖，后胖压他炕，你能懂吧？